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上海市国际体操中心为您现场转播的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单项决赛第一场男子自由操的比赛，场上的是北京队的程然。那么在刚才呢，四川代表队的邹凯已经比赛结束，邹凯用了6.9的成套，获得了15.850的高分，目前排名第一。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请来了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评论顾问。那么叶指导，在这次的全国体操锦标赛前面已经比完的男团决赛和男子个人全能的比赛，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这次男队的表现，您认为怎么样？总体来说还是基本上反映了运动员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水平。从冬训以来嘛，整体的备战奥运会的选手大家都亮相。前面呢有些运动员也参加了一些世界杯的一些分站赛啊，这次呢也作为一个唯一一次正规的选拔赛。大家也是重视程度，从我们的要求上来说，一个作为一个提升大家的一个对这个比赛的这个一个比赛的重要性方面，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所以有些运动员出现一些失误，因为大家也都在关注能不能参加奥运会，所以运动员除了技术上的压力之外，他还有思想上的、心理上的一些压力。从比赛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在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比较早的去发现这个运动员存在的一些问题，从技术上和心理上，然后下一步我们的训练就更有针对性，因为对我们的选拔也提供一些重要的依据。因为我们知道在伦敦奥运会的男子项目上，首先是我们要保最重的一块，就是冲击这个最重的一块金牌是男团。那么男团呢，是现在我们的对手是日本。从男子自由操这个项目上，您看中国队的这个项目和日本队的男子自由操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因为去年呢，因为是邹凯是输给了内村航平，邹凯是第二，内村是第一。当时这内村航平是临时在决赛中加大了难度，他做了一个1008炫，这也是第一个在世界锦标赛采用这个动作的一个运动员，所以这临时超出了邹凯。但是在从起评分上来说，邹凯还是有优势的。但在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内村航平要好于邹凯，但是最后决定胜负还要看比赛的这个完成的情况，就是说你动作干净不干净，扣分的因素是多少？这落地的稳定性，包括空中的姿态。好，来看山东队的张成龙。前肢720，这前肢540，这是个 D 加 C 的。后肢900接前肢360，这是又是一个 D 加 C。后肢500是1.5周，前滚换臂手倒立。我们可以注意来看一下张成龙的一些很细节的姿态，他有点就是有一些舞蹈的姿态在里边。快速接的1.5周的动作，1008结束，张成龙跳了一小步。今天张成龙这套动作比前两场完成的要干净，完成的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那么刚才呢，邹凯是用了6.9的一套高难的动作，目前排在第一，而且他当时的完成分已经达到了将近9分。那么之前呢，叶指导也就是给我们介绍过，现在国际男子的自由体操6.9是一个
相当高的难度了。是，据我们所知，以前说是美国有做过七分的，但是真正在大赛上用到很少，因为七分的话，你冒的风险，你要失误的话，等于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说你，不能是理论上的起评分，你是非常的，就是说熟练的掌握的这个起评分，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嗯，而且呢，也说过，在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在自由操的单项决赛当中，如果想争奖牌，你要有高难的，像六点，现在看张成龙6.5的难度，15.350的最后成绩。现在呢，8位选手的男子自由操的比赛结束，排名第一位的是邹凯，张成龙是排在了第2位。那么张成龙和邹凯主要是在难度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贵州队的邓书娣是排到了第3。今天参加自由操的8位选手，除了这个邓小峰以外，出现了一个1周半前滚的坐在了地毯上一个重大的失误外，其他7位选手基本上都发挥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像奥运会这种5-3-3的赛制，像自由操这个项目，我们要上3个人，比较现在能够定得下来的2个人。所以说就现在我们在有些项目的话，就是也在是比较纠结，就在这儿啊，因为你考虑不是光是一个项目的第三人，你还要考虑的其他项目的第三人。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强调要运动员要全能呢？这样的话你在排兵布阵上就更多的游刃有余了。好，现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为您转播男子鞍马的比赛。男子自由体操单项决赛，现在请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上海市国际体操中心为您现场转播的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单项决赛。下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鞍马和女子跳马的比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男子鞍马项目的排名情况。陕西队的张洪涛预赛排名第一，8A队的肖青暂列第2，滕海滨排名第3，傅玉排在第4，尤浩暂列第5，陈一冰排在第6，郭伟阳第7，陈学章第8。在女子跳马项目上呢，我们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程飞的身影。在预赛当中，程飞是排名第2的，排名第1的是北京队的李依婷，天津队的蒋彤是排在了第3。画面上看到的是，首先要进行男子鞍马的出场顺序。在刚才已经结束了男子自由操的比赛，那么因为这次的全国体操锦标赛也是奥运会的选拔赛，那么刚才男子体操的比赛呢，邹凯和张成龙是应该说是在伦敦奥运会上这个项目在团体赛当中自由操项目的第一和第2人，目前第3人呢还在有待考量。那么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鞍马的这个项目，我们请叶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男子鞍马目前我们国家就是能够在奥运会上团体赛上的3个人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配备，或者说我们的考量的点在哪？现在我所以我们就刚才也说我们比较纠结的一些，因为我们在鞍马上这个项目上有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实力，你比如说张洪涛是多次世界锦标赛的鞍马冠军，肖青呢是北京奥运会和多次世界锦标赛的鞍马冠军。从这个项目的他们的实力上，包括动作质量、编排、难度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是我们要中国体操队要组成一个参加奥运会的5个人的一个团队，必须要兼顾。首先我们要把团体放在就是说优先的一个考虑的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我们在用人上，你不可能单项要突出，你要在全能的基础上单项突出。所以说现在来说这个单项上谁能上奥运会的1、2、3，因为他不是任意组合的3个人，所以说还要考量他其他项目的一个实力。那陈一冰嘛，他是吊环的世界冠军，所以我们今年的冬训作为队伍的这个整个的战略时候，我们不仅要在你运动员自己的强项上有所发展，在你的弱项上，在整个的就是队伍的弱项上也要有提高，这样的话提升团队的一个凝聚力。我们提出的口号也是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才能为我，
所以说我们看陈一斌他今天进入了鞍马的决赛，这可能是其他就是关注体操的项目的这体操迷众啊，这是一个眼睛一亮的事情，因为他怎么他是吊环大力士，怎么会进鞍马？鞍马这个支撑的项目相对来说他以前也是个弱项，经过东西努力和发展，它的难度上包括质量上都有一定的提高，它今天是进入了鞍马的决赛。好，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决赛当中第一位上场的陈一斌。正交叉起倒立，然后另一环的反交叉起倒立，这也是他今年冬训发展的两个地主的一个难度。马头拳全旋移移位转体，也是连续两个移位的地主马头俄式挺身全旋转三180度，然后有前移前后移身位，是两个地主。啊，起倒立转体405下，今天他还是非常比较准确的完成了自己的新的编排的一套动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女子跳马的比赛。首先出场的是天津队的蒋彤，蒋彤在预赛当中是排在第三位的，单项决赛选手要跳两个动作。动作采用的是箭着小翻上板后直直体后空翻转体540度。目前女队在跳马这个项目上，就是要准备奥运会的话，主流的难度是多少？是5.8吗？还是再高？现在我们中国女队的跳马是一个短腿的项目，所以从我们那种体评上来说，比美国要罗马尼亚这方面要落后。现在我们主力的选手大部分都采用着刚才也是见着小帆上板的后直720度，这个5.8起评的。他到这个类型中的美国运动员大部分采用的是后肢900的话，他到6.3，这一个项目一个人就会差到6.5到5.8就有0.5的差距。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都是围绕着在伦敦奥运会团体赛当中的一个配备，因为团体赛呢是5-3-3的赛制，上三个人，那么现在在选人的时候主要是先考虑这一点。因为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跳马决赛，因为在规则要求的你要进入跳马决赛必须要跳两个动作，所以我们有一线的运动员有些他才有一个动作，他虽然一个动作是5.8，但他没有第二个动作他就进入不了这个单项的决赛。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这个跳马决赛里，我们的主要的一些选手除了陈飞之外，其他你包括姜玉元啊，这个黄秋爽啊，都没有在决赛的之列，因为他们只选择了一个动作。刚才您说到陈飞，是不是暗示陈飞会去伦敦奥运会？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还要按照总局的要求，按照我们体操中心制定的这个选拔的规程，他一定要还有一个是比赛选拔，另外还有一个综合评定啊，要看他的具体的一个是要有实力，另外一个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另外还要符合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配置。所以考虑这三方面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决定一个运动员能不能上奥运会的关键的重要的三个方面吧。程飞目前恢复的怎么样？他目前是恢复了他的两个他自己擅长的两个项目，一个跳马，一个自由操。从难度上来说还没有达到他的顶峰，因为他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两个项目都是两个真经典。现在呢，因为从随着年龄的增大，生长发育、体重、身高各包括伤病的因素，他现在只恢复到恢复了一半，所以他现在跳马采用的都是一个720，一个180，这比他的原来的900和陈飞跳也差很多。
对，然后跳的是两个不同动作，第二跳它是潜水翻软水动作。陈一冰刚才的难度6.0，最后成绩是14.350分。接着来看鞍马的比赛，下面是天津队的傅玉。傅玉在预赛当中是排名第四位的。这个运动员采用了刚开始的动作跟陈一冰是一样，交叉起倒立，再接正交叉反交叉，这是地主的这个动作，也是我们中国羽球运动员李宁的动作命名的。马头拳拳打滚，额是挺身，移位转体。前移后移，这是两个地址，或者码头的挺而是挺身1080度，直接接下方，但是我们看他这个磕到了环上。总体来说他的难度挺大，但是整个动作的节奏和韵律上稍微欠一点，包括这个姿态上作为一个好的运动员，首先你要有这个难度的实力，另外你的规格质量要高，这样你才能获得一个低分高，一分完成的情况也好，一分也高，这样你才能取得这个比赛的优胜。好，来看女子跳马，这是浙江队的袁潇阳，计划难度是5.2。他踵圆后直360度，这个5.2的分值在女子体操当中，它是一个中等的难度。女子体操最难的是7.0，但是很少人做。但是前段时间我记得在淄博的那场比赛，世界杯上有一个女孩去做了那个。外国选手做了这个动作，现在看到的是回放，刚才的傅玉的回放。那么程飞在北京奥运会是2.5，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像美国队的他们的三人，就是上如果上女团三人次的话，都能做6.5的900，就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900，它是一个6.5，所以他们美国队在女子跳马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傅玉难度6.6，完成最后成绩15.10。目前在鞍马这个项目上，世界上是体评分最高的是英国的选手，叫史密斯的，他达到了6.9。所以我们目前的话，中国的张洪涛，包括肖青，他们能完成6.8的动作，但是张洪涛和肖青的完成的质量要高于史密斯，包括匈牙利的这个选手。我们来看一下袁潇阳的第2跳，它是一个5.0难度的前手翻、躯体前空翻、转体180度。这动作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这次女子跳马，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北京队的黎婷和湖北队的程飞的较量。那么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就是他们两个在争，辽宁队的郭伟阳，郭伟阳这次在男子全能比赛当中是获得了冠军，但是他在他自己的强项包括对鞍马上还出现了失误，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的现在目前全能比较落后呢？交叉起倒立，再接交叉。单环转体的 flop， 然后或是他大爬，然后出现了一些分腿，马头的打滚，额式挺身转体三圈，前移三位，然后紧接着又后移的三位，
单环两次，然后整体180度，然后下发完成得很好。那么这次的全能的比赛，郭伟阳第一，滕海滨第三，而且他们两个就是不但全能成绩不错，而且他们两个还有共同点，就是鞍马还都还蛮强。那么这两位选手跟伦敦奥运会会有缘分吗？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去年我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一个主要的队员。另外鞍马项目上也是他们的强项，也是我们目前这次主力阵容蓝队的一个弱项。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一个你要有实力，另外动作的稳定性上也不能出问题。因为在奥运会的决赛上，533这个赛制不允许你个人有任何的闪失，你出现一次失误，可能其他队友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好，接着来看跳马，这是北京队的王鑫。他动作做的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手翻前屈。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女子的跳马，这跟世界的水平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个到国际上拿出去都没有任何竞争力。对，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在参加大赛，像世锦赛、还有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呢，如果是团体赛三人，我们的难度大概是在5.8这个水平，而我们的对手郭伟阳刚才是6.6的难度完成最后得分14.875分，目前是暂列到傅玉后边排名第二位。那么女子跳马这次我们说单项决赛是因为要有两个动作的平均分才能够进到单项决赛，而我们现在国家女队的主力选手呢，只需要把一个跳好了，所以呢就是没有不会在今天的单项决赛当中是看不到。那么郭伟阳刚才6.6的这一套到了伦敦奥运会的团体赛当中上三个人中有没有优势？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因为6.6的起平分上来说，起平分还是可以的。他今天这套动作除了有一个隔两环的一个隔两环的移位的挺身的一个拳拳，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他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在他之后要上场的是滕海滨，滕海滨这次预赛呢全能是排在第一的，决赛当中呢是获得第三名。王鑫的第一跳12.70分，再来看看第二跳。第二跳采用的跟着小半上板后直，720度，这是5.8起平。现在出场的是北京队的跳马，跳两个动作，一般是把男的放前面，还是把男的放后边好一点？这是根据这个每个运动员的习惯，他一般时候可能就是考虑到运动员他一个习惯，他自己希望呢是把相对来说比较熟练一些的动作，要放在前面来做。现在我们看到是滕海滨的鞍马，你看滕海滨的这个姿态要明显的好于前面的选手，他的整个的膝盖脚尖包括撑手的手位，你看他很准确。有一个分腿，又有一个分腿，动作失去了节奏，所以我们说鞍马好，因为它是一个支撑的项目，所以除了它是个非常难的一个项目，另外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韵律和节奏，才能就是说从专业角度上你就不会熄火，要不然你就转不起来，你就会掉下器械。滕海滨是2003年世界锦标赛的鞍马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鞍马冠军，目前呢也是在队里属于大运动员了，所以在从体能角度上来说有所欠缺，所以有时候在完成动作上有些力不从心。那么滕海滨这名选手他的优势在于呢，他有全能的实力，而且他的双杠和鞍马项目都是可以在奥运会上能够争奖牌的选手。
他把后面的动作还是比较好的完成了。所以我们要求一个运动员，你出现了失误不怕，一定要把后面的动作也要做好。你不能就是说掉下一次，你后面再接续连续的失败，这样的话在团体比赛中就是说那就会影响就是非常大了。你掉下一次就一分，你掉下两次就两分，所以说整个再加上你难度不算，可能就会对整个团体的影响会非常之大。那么来看王鑫最终成绩13.287分，这是他两跳的平均分。那么这次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男队的几个夺金点，像刚才叶指导，我们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单杠，我们的派的人次是邹凯，还有张成龙都可以。这他们两个在这个项目上是有竞争力的，一个邹凯他的难度实力上，包括张成龙从起平分上，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另外邹凯呢，他是刚才我们看他自由操是有竞争力的啊，这个比较有特点，因为他的比赛能力也是非常强。张成龙呢，他因为现在目前这一代中国运动员里，他的身高是最高的，达到1.73米，所以他的动作的幅度很大，所以空中的姿态是非常漂亮。所以因为现在这个强调难度啊，强调能力的这个规则的前提下，有这么这样的一个身材的一个运动员来说，无疑是要求更高了。而且他双杠也是有这个奖牌竞争力的。他的双杠的编排是非常有特点，所以他的扣分点比较少，采用了这挂臂的动作基本上没有采用。因为现在这一届规则对双杠的挂臂动作的扣分比较严格，所以虽然你可能增加了一个一组，但是你要是完成了，但是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看，你也完成了，也没有掉下，但是扣分上还是你要是就是说是就是挂的不是特别圆滑，也会扣到0.3啊。如果是再差一点，节奏再差一点，扣到0.5，这样在我们观看这个比赛中，不经意的他就被扣掉很多分。所以在编排上，我们要回避这些动作。张成龙的双杠的优势就是回避了这些动作，所以说他在一组得分上，去年世界锦标赛他获得了双杠的亚军。刚才滕海滨的难度是6.7，也是一套比较有难竞争力的一套难度，但是因为掉下器械完成分不高，最终成绩14.125分。那么滕海滨那位这位选手，我们大家都知道鞍马是强项了，那么他双杠其实也不弱，双杠也是很强。好，我们现在看女子跳马，这是杨佩，陕西队选手的第二跳。手翻，自己前空翻，转体546。杨佩这个选手也是一个单项的选手，他是在跳马，也是在国内是比较有竞争力啊。另外，我们看他的腾空，他腾空的高度，包括空中的有一些屈髋，这都是要扣分的一些因素。跳马，我们从助跑开始啊，第一腾空，第二腾空落地，这个扣分的几个阶段。现在看到是福建队的陈学章。那么单项选手呢，他可能因为受到自己能力的所限，可能不一定能够去参加奥运会或者世锦赛，特别是有团体赛的世锦赛，但是他的机会呢可以去参加单项世锦赛或者是世界杯的比赛。因为现在从男子中国的男子六个单项上来说，我们都有争夺世界冠军的这个实力，包括男子跳马，我们也有些单项选手也在这个项目有2个7分，另外完成的质量高度都是但是因为作为组织参加奥运会和综合性赛事，你因为有团体在用人上，这些我们不得不去去舍去了。他在实力上来说整体的就跟着我们的体操发展战略还是有所区别的。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鞍马项目就有好几位选手掉下器械，所以说这个难度和稳定是一根双刃剑。刚才我们那个滕海滨，他也是祭出了他的最难的一套，
动作，因为在一般在团体比赛中，他可能不会用6.7的走道距，因为6.5的对他来说可能更熟练一下。如果进单项决赛嘛，要去搏这个冠军嘛，可能要加难啊，这样的话就，但是就失败的概率就会高一些。日本队的鞍马现在他们的一个，比如说他们要上三个人的话，大概他们的难度在多少？日本的鞍马，它也是它的从团体上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弱项，所以他们最高的难度分可能也就在6.4、6.5吧。但整体的实力，目前跟我们，因为从中国队上来说，滕海滨的话，就按去年世界锦标赛的这个阵容上来说，滕海滨的鞍马还是要比他们要高的，因为他是曾经的单项的这个单项的冠军，从这个动作的质量上还是要扣分的因素要少。其他的选手，你作为打团体的话，你可能起兵不上，尽量的去争取，然后尽量的因为鞍马的这个他更多的要依赖他的童子功，他在拳学的这个在少年时候的开分开份儿啊，叫份儿啊。另外一个他的就是说一个要吃他的基本功，另外一个他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支撑的高度啊，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在这次鞍马比赛当中将最后上场的八一队的萧钦。杨佩14.275分最终成绩。他第一跳才首翻的前肢540，这也是美国选手那个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采用的一个动作之一。好，这是湖北队的何楚楚。前手翻，腹部前弯转体180，这个动作也是难度相对要低的。只有5.0的难度价值。从整个女子跳马这个单项的决赛的整体实力拿到世界上是吧？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从两跳的难度，现在唯一有两跳超过6分的就是北京队的李怡婷，她也是这几年这个跳马的国内的一个冠军。因为陈飞呢，他还没有恢复到他这个最巅峰的一个时代，因为作为一个三朝元老嘛，对他也是一个挑战。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马上要在后面上场的刚才重点提到过的选手，北京队的李怡婷。他是目前难度最高的，但是他是属于单项选手吗？是，他也就是在跳马上水平比较高，其他项目还是比较弱的。陈学章鞍马14.050分，也是6.7的成套。就如果单看鞍马这个单项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就进单项决赛的选手，其实他们难度都不低。这个从我就说，我们男子的6个项目拿到世界上去比，他都是可以比单项的话，都可以竞争这个冠军的实力，都鹤立鸡群。你包括张洪涛、萧钦，他也可能进入不了奥运的冠军，但他的拿到奥运会的，他就可以拿冠军。但说因为作为我们还要比团体的，其他项目比较弱，所以这个就说我们要一个有实力，有状态，还要有个配置。所以在这个，如果代表一些，包括以前，代表瑞士出征的李东华，他也是这样，他也是个单项。如果在中国，他没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去参加奥运会，但到瑞士这些小国家，可能他就有机会，是吧？所以这就说明，现在我们最缺的是全能选手，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好，下面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尤浩。我看看尤浩，他把交叉起到力动作放到了中间，你看。他这么编排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考虑到每个人的一个就是体能状态，他动作的熟练。因为一般的话，选手他放到前面的话，这种交叉动作，你要放到后面，可能体能不行了，容易就出现失误。但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这种交叉的动作是规则里规定的，必须要有的一类动作。那也就是
说他放在中间做，说明他的水能力还是蛮强的。对，因为他运动员每个人的就是说素质能力不同，嗯，所以他前面先那个单环的难度开始做起，然后再做这个。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天津的傅玉，15.10分。实际上冠军的争夺还在萧晴和张洪涛的之间。最后两位上场的选手，何楚楚13.062分，这是他两跳的平均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北京队的李怡婷了。李怡婷也是一个朝鲜族的运动员。好，第一跳完成的是侧手翻类的动作，也是转体630度。嗯，6.0的难度。他也是叫总圆转体720度。这是中国运动员唯一，目前在国内唯一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女运动员，在男运动员里完成这个动作的是比比皆是。说到他是朝鲜族运动员，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朝鲜跳马也很强。是。当然，他不是来自朝鲜，他是北京的选手。嗯，朝鲜队这次要参加伦敦，能参加伦敦奥运会吗？嗯，他没有，他因为也是违纪被国际体联禁赛，所以他们这一届男女，因为什么原因？也是年龄的问题，所以他们整个国际体联的三个项目，体操、艺术体操和蹦床的所有的选手，都被这个周期被国际奥会，国际体联禁赛。但是，朝鲜的这个体操，特别是女子体操，在跳马、高低杠、平衡木上都有很强的竞争力。嗯。他们也在奥运会上获得过高低杠的冠军或者跳马的冠军，因为在难度上，这个是遥遥领先。李怡婷第一跳得了14.525分。看他的第二跳选择的难度是多少？他第一跳是6.0。好，前手翻，基底前空翻，转体540度，6.3的难度。嗯，他这两跳现在目前。八位选手里难度最高都超过6分的，所以今天他要成功，这样的目前的话，我想冠军可能其他人很难超越了。对，因为这位他首先难度分就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选手。我们跟大家讲过，每个项目的特点不同，比如说跳马，他多转一圈和少转一圈可能就会差0.7或者0.8分，但是你要想在其他项目上想在起平分，就是难度分上拉开这么大的距离很难，就是每个项目特定的一个。一个特殊性造成的。Hello。好吧，是这样子的。刚才如果您听到话筒里面有人给大家打招呼的话，那是李小鹏。Hello，大家好。李怡婷的第二跳得到了14.6分，这样她的最后得分是14.562。
现在我们电视给的镜头是在后场啊，一些运动员在准备活动的一个镜头。嗯，因为这次的比赛除了是全国体操锦标赛奥运会的选拔赛以外呢，它也是奥运会之前国内体操最高赛事。那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伦敦奥运会来讨论的。那么给大家透露一点风声，李小鹏将会是我们北京叫伦敦奥运会的评论顾问。现在是张洪涛在鞍马比赛，我们看张洪涛他的这个交叉的幅度和这个开度啊，明显的要高于前面的选手，这样他的一分啊扣分的因素就会少一些。预赛他是排名第一位的，挺身拳前一位，马头拳前1080度。好，他有一个屈腿，他出现了两次，两个0.3的扣分，下法还是比较准确，这套动作没有很完美的完成，那出现了两次屈腿，这样的机会就给了我们北京奥运会的冠军肖钦了。哎，跟现在一样。肖钦在预赛之后呢是排在第二，但是他和张洪涛的分差很近，只差0.05分。女子的跳马，这是香港队的黄晓莹，也是香港现在最著名的女子体操选手，跳马也是她的强项。侧侧翻转体270度。黄晓婷一直是在香港练的吗？是。他的教练是？他是教练，也是原来我们中国大陆的湖南的运动员钟健，他现在在香港队担任教练。因为现在中国女队的跳马实力比较弱，所以说黄晓婷才有机会进入到我们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决赛。在香港现在有大概有多少选手，专业选手在练体操？这个我们还没有做这个具体的统计，但是香港的话，它是在学校里的体操，要开展的要比大陆还是要普及的，因为它是延续了以前英国的教育的一些这个体育课的一些这个设置，但是做专业的选手来说，因为他香港也面临着就是说你要去读大学就业，所以到了练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可能就去读书了，他就不会再从事了。那目前他有个男选手呢，也是在现在是等于我们帮他代培的，提高加强两地的一个这个技术交流，提高了香港的一个竞技体操的水平。目前他以个人的资格进军了伦敦奥运会。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第一跳是5.2的难度，成绩是13.350分。张洪涛目前是排名第一位，15.575分，他的难度是达到6.9，6.9是这次鞍马的最高的难度了。他虽然因为他起平分要高，虽然他出现了两次的屈腿，这样的话他的得分还要领先于前面的选手。那关键我们看肖钦的一个完成，因为6.9、6.8，包括6.7，如果这样的分差的话，你质量。因为前肖钦一般他如果成功下来，他的一分能达到9.12这样的一个话，他刚才是一分可能八点六七五，在
比他完美，因为这他们两个的动作的质量，都是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然后我看萧青了。刚才看到就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萧青掉下鞍马器械的一个回放。因为在全能比赛对萧青来说，因为老队员恢复比较慢，他参加了全能比赛，其他项目的话，对他的体能的支出是比较大的，所以到了鞍马项目来的体能受到一定影响，所以造成了一些失误。你看我们看到萧青的动作，他的支撑非常高啊，另外两条腿的姿态控制得非常好，你看交叉的开度啊，起倒立位置，然后再接。弯的 flop， 然后转体，然后挺身移位转体，马头的挺身全旋1080度，现在做的非常完美，前移三位接后移三位，这也是两个地主的难度。好，下滑非常流畅啊，这样的话我想冠军肯定是萧青拿到的，因为他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跳舞，靠他的一分战胜了张洪涛。那么萧青也是比过北京奥运会的选手，那么在前不久呢，他也是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做一个节目，做了一个奥运的经典回顾的节目。他当时也谈到了他很快要去参加这次的上海的全国锦标赛，那么他自己也觉得如果是比全能下来的话，可能在体力上会有一些吃力，但是比单项的信心他还是有的。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作为一个八一队的选手，也是一个军人，所以作为八一队作为需要他上全能上团体，所以他也义不容辞，这也是反映了我们部队运动员的一种作风，过硬的一种作风啊。所以你看他今天又参加了鞍马的决赛，并且很好的完成了，这对一个老运动员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像他做全旋的时候，我看他的那个整个身体是一条直线，一点胯都就是都不太收宽。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萧青的这种技术推广到全国的青少年训练中去，以前的对全旋的话，他这样挺宽的动作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的总教练黄一鸣也提倡，就是说我们的基本技术也是要与时俱进的，也要创新，根据规则的发展、难度的发展。所以现在这种从萧青在世界锦标赛、奥运会的成功，我们把他的这个腿挺宽的这种全旋的技术推广到青少年的训练中。所以我们现在在少年选手有一批鞍马比较好的、基础比较好的选手涌现出来，所以说也是在从萧青身上推动了这个项目的技术的发展。好，来看程飞。毽子后收翻，直顶后空翻，转体720度。我们现在在看到陈飞，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体重涨了。从陈飞来看，你看他在空中的姿态，完整的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落体有一小跳，因为对他来说的话，因为他在08周期的时候他能转900，现在是720，这边现在所以他你看我回放的慢动作，他在空中的姿态。你看两条腿并得非常整齐啊，这样他就减少他在这个一组的扣分，但落地呢有一些小跳，因为你看我们看到从镜头看他的脚腕和膝盖都曾经有一些伤，所以对落地的这种冲击，像他这种体重，所以要控制伤病是非常重要。萧青凭借6.5的成套拿到了9.35的完成分，最后总分排名第一，获得了冠军。在他之前的选手，我们看到有6.6的、6.7的、6.9的难度，但是都是因为完成质量没有能超过他，最终呢是排在他后面。张洪涛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天津队的傅玉，并列第三的是江苏队的尤浩，滕海滨是暂列第获得了第七名的成绩。印象中最后一次嘛，那个时候是真是提，但是我只要第五个，我基本上怀疑。不容易啊，外边的我本来想最好的就是这个第四了。那么郭伟阳是获得第5名，陈一冰是获得了第6。
所以陈一冰的阿玛它不在于它的名次，它的又是新的成道，对中国对打团体来说，它的成功是对我们的是一件好事。对，因为以前我们看到陈一冰更多的是在这个吊环项目上，因为吊环陈一冰要在伦敦奥运会上，他要是一个吊环，他的吊环是一个夺金点。那么为了要去团体赛的话，作为队长来说，他还要把6项都要有，所以他把自己的相对来说弱一点的鞍马也捡起来了。再来看陈飞的第二跳，第一跳的得分完成分是8.85，14.650分。完成呢，还是要比前几个月完成的落地情况也是仅仅一小跳，虽然起评分上不是特别的高。在这次的比赛中，我们看到有比过北京奥运会的，昨天在全能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姜玉媛，那么今天又看到了程飞，那么昨天呢，邓琳琳也是比过北京奥运会的选手，也是有非常上佳的表现。程飞跟刚才比完的李怡婷相比呢，他的难度跟李怡婷的，因为一个是李怡婷，一个是6.0，一个6.3，而程飞呢，一个是5.8，一个应该是5.6，所以这样子的难度上还是有一点这个差距的。但是我不可否认的是，程飞的动作完成质量应该说是最高的。就看他的就是以前的训练的功底还是比较深厚的。虽然现在是体重和身高包括伤病有一些这些客观的因素存在，但是他凭借他自己的以前的一些功底，还是较好的完成了目前的两个动作。程飞现在有恢复自由操吗？自由操有，他第一场已经比了。但是他就是跟跳马一样，他还不能达到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那个水平。冠军还是程飞了，程飞的完成分是全场最高的，所以他最终拿到了比李怡婷还是高了0.1分，最终是获得了冠军。他是用完成分超过了李怡婷的难度分。获得第三名的是陕西队的杨佩。好了，今天单项比赛的男子鞍马和女子跳马的比赛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接下来还将继续为您直播男子吊环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上海市国际体操中心为您现场转播的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天单项决赛的最后两项，男子吊环和女子的高低杠。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经过了预赛之后，男子吊环的排名情况。陈一冰是排名第一的，八一队的刘洋排在了第二，广西队的廖俊林是排在了第三。那么女子高低杠的预赛成绩是浙江队的黄慧丹排名第一，上海队的谭思欣排在了第二，广东队的吴柳芳暂列第三位，北京队的何可欣排在了第四。那么陈一冰在刚才已经参加完了鞍马的比赛，吊环是他的绝对强项，在伦敦奥运会上吊环是他的夺金点。那么刚才也是给大家一直介绍过，这次比赛主要是也是为伦敦奥运会做一个选拔。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单项就是光是单项的话，人选还是挺多的，但是因为要考虑到在伦敦奥运会上去比团体赛，所以呢要尽可能的在考虑到单项冲金点的情况下要挑全能型的选手。那么现在女队的这个人员的选拔跟是不是要比男队来说稍微还要再考虑的更多一些？女队嘛，现在因为备战的选手现在目前这一茬主要还是在08组区的运动员多一些，队伍有些老化，年轻的选手呢可能就相对高水平的，比如姚金楠、谭思欣，然后桑春松
这三个是年轻的，但从目前的姚金兰呢，本来赛前呢可能有些伤的退出比赛，其他的一些选手呢还从实力各方面还没有达到巅峰，这样的话呢可能在伦敦这个阵容上08组区的选手还要占到很大的比例。那么昨天在女子个人全能比赛当中呢，比过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邓玲玲是获得了第一名，那么姜玉媛呢也是获得了昨天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奖牌。那么这两名选手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上，也就是4年前是北京女队的主力成员。肖唐军上海介绍完毕，请裁判员就位。这次呢是我们请这个叶指导介绍一下，是不是7个人去伦敦，然后是5个人进村？正式的因为报名就是5名运动员，因为作为我们备战这个比赛嘛，有可能出现，因为在欧洲比赛嘛，有可能在允许换人的这个时间内，为了更好的一个给提供队伍一个准备的一个条件嘛，所以我们在赛前训练可能会去7名选手，男女各7名选手，这样的话为前方的备战提供一些这个比较便利的条件，以更好的去适应这个欧洲的气候啊、时差啊，这样的话更好的，包括要如果有换人也这个他的选手更好的进入这个竞赛的状态。那什么时候能定下来是5个人，最后的5个人上？最后要定5个人，就是在奥运会比赛之前，他国际体操联合会他伦敦的奥组委纪委会，他会有一个方向指导会，这个会的一结束以后，在这之前如果因为伤病都可以进行换人，但必须你是在大名单之内的，进行过在伦敦奥组委注册过的有这个 RD 号的，你才能完成，如果没有在这个大名单之内的，你其他选手是不可以换的。因为作为一个大赛的组织和管理另外那么多项目，所以他在比赛的运动员的注册管理上有一些严格的规定。就是说一旦定下来这5个选手的名单了，他们再去后面的比赛，在赛中如果受了伤也是不允许再替换的。对，你就是在你也就变成4-3-3了，就反正你4个人里挑3个最好的去比了，或者是4-4-4，他第一场是5-4-3嘛，就4-4-3就少一个人，你也就去完成这个比赛任务。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吊环的比赛，首先上场的是湖北队的罗旋。水平实质支撑。后摆上水平十字，然后成倒十字。前屈2周接放下成十字，然后再压上成倒十字，这是一个异足的难度。这是水平十字，正十字。实体旋下往前迈了一步，这个落地呢就要扣0.3分，他这套动作的用力，这环上的用力动作还是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在吊环在评判禁止用力动作时，一个是它的位置，就是说你倒十字正十字包括水平十字一定要到位，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时间够不够2秒啊，这样如果你够2秒了，在位置在不扣分的情况下，你才能在1分的得了高分。现在看到的是湖南队的谭嘉欣的高地杠。好，他做了一个腾身特卡切夫。
湖南队的谭嘉欣。那么现在我记得上次在东京世锦赛上给大家介绍过，就是现在在扣分高低上扣分，裁判抓中国队的一些扣分点主要是在它是一个就是说换杠的，就是换杠高杠的地方呢怕个空翻到低杠的这个角度和位置上，另外一个就在地虚身上摆倒立转体180，这个就是你在倒立的位置上，这边的扣分就是比较严苛刻。另外我们的一些老运动员不是大运动员吧，他采用的编排这些动作比较多，这样就扣分点就是多一些。但是说要短期内去改变这种编排，我们东京也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姚金南，我们前一段在直播世界杯的比赛中看到姚金南那个编排，他就是回避了这些扣分点，这所以他的一分就达到了很高的一个得分。而且我记得姚金南有个换杠是一组的换杠，对，他是那个郑涛直接接的那个 sharp 180。好，现在吊环上的是广东队的廖秋华，水平十字位置还可以，刚才的倒十字有了一些尖角，这样的话要扣到0.1分。前去两周接直角十字，啊，被水平十字。后边上成水平，我们看它的脚的位置稍微低了一点，另外时间好像还不是特别的充裕，直体向下然后迈了一步。目前中国男队的吊环在国际赛场上我们难度的优势有多大？目前从因为吊环这个项目现在的话，从陈一冰包括我们严明勇然后包括现在前面比赛的罗旋，然后广西的廖俊林，他们能达到6.8左右的一个难度严明勇能高达6.9-7点，但是就是说你吊环要看你的完成的情况，你比如说十字的质量，你是不是这个位置非常的倒十字能不能放到最平，水平十字能不能就是说脚跟这个肩在一个平面上，这个是等于一组的，另外停的时间够不够，这都是非常严格的。好，来看姜育元的高低杠，就是它的 EEDD 的连接，这一串是0.6。这里有点问题。看他做动作有些吃力，就是说比较沉。下法后退两步下，动了一小步。跟昨天的全能比呢，这套高低杠可能没有昨天的表现的那么好，但是老运动员了。因为他这个动作啊，就没有像他在就是最顶峰的时候那么轻盈了。对。没有那么飘逸，所以说我们运动员说你要获得高分，你必须一个是你完成你的这个编排的动作不出现失误，另外你动作的腾空的高度，你动作的这个规格质量说给还有独特的韵律这样才能获得高分，才减少这个一组的扣分。这是他刚才其实要是一组的转体把这个分腿特卡切夫接上的话能加0.2，但是中断了，因为他前面那个一组的转体没有过做成。他是高低杠呢，他是 D 组的空D 组和 E 组的这种连接有0.2的加分，特别是转体接这种腾跃的动作DD 也就有0.2的加分，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要求。廖秋华14.90分，目前是暂列到了第二位，目前螺旋排在第一的。下面来看一下八一队的陶铸勇的吊环，水平十字
正十字，然后压成压上成倒十字，啊，有一点尖角。直体啊，后空翻两周，然后一成十字啊，这个水平十字可能就不予认定了，因为它没有停顿的过程，就达不到两秒了。嗯，啊，我看呢，白倒立也没有到倒立的位置，出现了失误啊，这样的调下器械。吊环项目中断，吊下器械很少。他因为他现在下了器械，他也不坐后面了。你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下巴，基本上放弃。从特殊要求上来说，下巴它是一类动作，必须要有的。嗯，你要地主以上的下巴可以有比0.5的加分。如果你没有下巴的话，这个0.5的这个额外的这个分就没有了。因为每一个项目除了跳马之外，它都有0.5的一个特殊的要求。如果你都达到这个标准，就有2.5加分；如果你没有下法，就少了0.5。除了你其他的难度的加分之外，和连接的加分之外，你都要去掉特殊要求的0.5加分。好，来看谭思欣的高低杠，零转180，有点问题，这里应该是要连上的，没连，这样就少了0.2了。带环180成扭反掏，两次一组的转体之后接地组的空翻，这样0.4的连接，然后去换杠。这个帕特空翻扣分点是扣在哪？扣分，因为它这个支撑的角度和那个你有没有分腿。他采用的这个下法是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因为重心比较靠后，退了两步，坐到了垫子上，啊，这种动作呢，他不容易去站稳，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潮流动作是后直两周下和团身的后空翻两周的旋下，这样的运动员容易站稳，因为你想获得冠军，你必须。除了你有成套的编排杠上的这个实力之外，你下巴还要站稳，因为现在的规则，如果你动了一小跳是0.2，这样往外迈一步那就是0.3了，所以冠军有些就在0.05啊0.1这样就产生，所以你迈出一步来你就没有竞争力了。对，他这样，他刚才这么做向前的空翻是为了做一个连接，因为他前面是个零转，然后到后面能接上的话呢能够加0.2，但是如果这个动作落地要是不干净，那几大步可不是0.2的问题，所以就有点有点这样的编排对运动员来说还是有点风险的。因为动作的编排嘛，因为教练也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他可能擅长于前空翻的动作，或者他在做后直两周啊，或者说旋下，他不能很好的完成，所以才选择了这样的动作，也是有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话，所以说要求我们的教练还开动脑筋，不断的去挖掘运动员的潜力，选择更适合运动员去做的一些动作，这样他才能比赛中发挥出他的潜能。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水平跟昨天女子全能相比呢，还有点赶不上昨天全能最就第一组的水平，13.60分。下面就要看高低杠公主何可欣的了。陶祝勇12.975分，因为她呢没有下法，难度只有5.2。其实我们还是要鼓励运动员出现失误，你还要把后面的动作要完成好，不要就是说出现问题就马上就泄气了，这样的话才能，因为你出现失误，观众也是要会理解的，因为作为那么高的难度，谁都不可能保证你准确的那么好的完成。场上的是广西队的廖俊林，十字，倒十字，看他的位置。水平支撑，水平十字，正十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OK，
后摆上，向前，倒倒立啊，自己旋下，稳稳的站住啊，这个是对他获得高分是非常有帮助的。廖俊霖呢，也曾经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获得过吊环的冠军。好，来看一下何可欣的高低杠预赛是暂列第四。在预赛呢，何可欣在杠上基本上完成了，就是在下法出现了失误。哎，好，他还是把这一长串，他最拿手的那一长串做出来了。他又是直体的叶哥，然后直接接帕尔空翻，就是前面是一个飞行，后面换杠也是飞行，这样又能拿到连接的加分。今天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一个是何可欣，他这个一个他有这个空翻连空翻的里亚空翻，另外一个他的看他转体的动作的这个节奏和速率，你看要比那个谭嗣鑫他的节奏要很鲜明，另外动作节奏要快，所以说这个高低杠上有一定的脆劲啊，今天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套动作。我们回放中来看他连接两次一组的转体之后接里亚空翻，这个然后接着做分腿的叶格尔抓杠，这就是他前面能够做转体接转体，然后是空翻接空翻，他这样能够加到0.6，然后他后面还有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并腿的叶格尔在接去 Park D 组的换杠，这样又是一个0.2的连接。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何可欣有这么干净利索的成套了，排名第一，难度达到了7.1，15.650。他的完成分是8.55，他主要的扣分还是在Park 空翻和低杠区上摆倒立这方面是位置上啊是有所扣分。廖俊霖15.550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是辽宁队的郭伟阳，郭伟阳这次是获得了男子全能的金牌。水平十字直角十字啊，后摆成水平十字，时间稍微欠了一点，放下成正十字。前屈两周间分腿的水平支撑，实体旋下啊，动了一小步。郭伟阳呢，他的吊环呢，他的特点是用力动作，他不是特别，但是他有些摆动，也是从完成的动作的干净的一组的得分上来说，那扣分的因素相对还是要少一些。下面是广东队吴柳芳的高低杠。预赛排名第三，他当时预赛的分呢是和何可欣一样，都是14.40。
腾身回环，后跃至高杠，高杠腾身360。做并腿特高切腹收，掉下了7斤。因为他前面是正腾身回环接的，所以这个出现了失误。吴柳芳呢，他因为前一段的腹肌有些拉伤，所以说对他一做这个动作也会有一些影响。他个空翻，到了低杠，敲到器械上，按规则要扣0.5分，扣子两周下。这次高低杠几位选手都没有能够比好，除了何可欣以外，郭伟阳得了15.10分，还是6.5的难度。8.6的一分。那么陈一冰将是在第7位上场的，现在第5位选手已经比完了，下面要是第6位上场的上海队的王天阳。他这个水平实质，你看他的脚就低于肩，这个就要扣分了。我们看他在完成实质的时候，从没有完全静止，还在抖动，就说明他力量不足。水平实质还是，但是。水平支撑还不错，水平实质的脚的位置要低一些，这也是对于年轻的选手，所以男运动员来说，他如果是太年轻了，他的力量数字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所以他就是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啊。男选手大概是多少岁的时候力量才比较到巅峰？就必须身体发育以后，他这个力量才能就是体现出来。所以说，对男运动员来说。少年运动员这吊环好的这比较少，比较少。当然有些先天的他这种力量的速度比较好，他那种干劲还不是绝对力量，他是那种另外你这个相对你整个体重这个他的劲，像有些那个像严明勇那种类型的，你看他肌肉块不是特别大，但他有那种干劲，这样的话他在完成动作上也是因为体重大，你相当于你负荷，你的负担就会重一些。这位年轻选手将来还是还有潜质的所以说很年轻也是来自上海东道主的选手。美国队的吊环好像也不是特别强。美国队也曾经拥有一些，就是说单项的吊环的选手，但是他就是说对美国队来说也是。你光一个项目，他也很难代表去美国队来比赛。跟我们国家这种体操的强国都是这样的，单项运动员他就很难去代表队伍去参加世界大赛，因为你要就是一个项目的话，他无法，你其他的项目谁来去弥补你的项目呢？这是湖南队的商春松，昨天的女子个人全能是获得了并列第3名。腾身回环，看他切腹很高，直接就哦。这接金杆脚敲在了高杠上，也出现了失误。高低杠的规则，它如果是两个就腾跃动作是低地也有0.2的加分，原来是说地足以上地加一要转体的话，那才有0.2的加分的。昨天他在全能的比赛当中格外的亮眼。
这次比赛的话，张宗松他是一个年轻的选手，在今年的是也是一个亮点。他在高低杠、自由操，包括平衡木上，都这个体现了他的一个实力。但是小何才露尖尖角，他的好多动作包括质量，还要去不断的去打磨，还要抠得更细一些，才能出精品，才能在国际大赛上获得好成绩。特别娇小、特别袖珍的一个女孩，你看她跟其他的女选手在一块站着都比别人小。她也是来自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土家族的一个选手，所以说我们看她有南方女孩子那种比较秀气、比较灵巧、小巧的那种风格。但是她昨天自由操给我的感觉特别深，就是她的空翻。他的力量就是根本想不出来，有一些代表的就是后肢1008接回笼，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难度比较大的一个。他当时揍我都惊着了。那么这名选手，您觉得他在下一个奥运周期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现在在表现这种趋势，但是怎么样去保持你这个高水平？对女运动员来说，因为她，女孩子来说，她的因为，比男选手的来说，她就是说也要面临一个身体生长发育的一个问题。她怎么样能把她这个控制好身体发育和体能这个的关系？如果是身体发育长高了，那么但你能力不下降，你能保持你的高水平到下个周期，我想，一定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的上海队的王天阳的得分，难度分6.7，成绩15.00。所以他主要的难度有，但是他完成的质量还不到位。刚才我们看他好几个这个水平。实质的脚的位置和地肩，这都要扣分，所以他的一分不高。好，下面要看陈一冰的吊环了。大家在看陈一冰的吊环的时候，你就看他的用力动作的位置和时间然后还有一些动作的节奏，这样的话是高水平运动员所具备的他每次比赛头发都很有型，直角十字加上成水平十字，你看的位置、时间，然后再成倒十字，十字比进，水平支撑，十字压上成倒十字。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你看，包括他对环的控制上，他有自己独特的转了一下环，这都是一些小的细节。我看他的下法能不能站得住，身体旋下，好，站住了。我说，优秀运动员和一般运动员的差别，他就是能控制比赛。你看他在做下法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这个环这个控制的不是特别好，还是有一些晃动，但是他能控制的。如果一晃动，他因为支撑点就会有些变化，在做动作的时候，你的发力的时间位置都会有些变化，这样你能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兜腿的一个时间，这样的话你能保证你的最后落地的稳健。可以看他在整个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这个环绳没有什么晃动，特别稳，每个动作交代的清清楚楚，一次到位。因为现在吊环这个项目，从体平身上来的国际上的这个差距都不大，关键是完成的质量和下法的稳健，是最后你冠军还是亚军还是第三名的关键。张春松刚才得了12.450，主要是完成分受到很大影响，就是浙江队的黄慧丹
黄慧丹的高地杠也是非常有特点，所以我们刚才看了何可欣的这个高地杠，它是等于有里亚空翻、空翻接空翻。再看，我们看黄慧丹的他的编排，并推到360，这是低杠到高杠的空杠，帕克接郑涛，郑涛啊、下坡的一刀，这就也是姚金兰在淄博做过的这个动作。这也是一个一指翻杠动作，六，又敲到低杠，前空翻也出现了问题。看他的下法是旋下，在旋下站住了，可惜他在做大回环的时候敲到了低杠，这个就要扣0.5。一会儿黄慧丹的这个高低杠我们要回放中，主要看他的那个由低到高的换杠，他的这一套的编排是比较符合潮流的，这样他的一分的扣分点要少，所以他跟姚金兰那边，所以因为他们出自一个训练小组，也就是王群策和徐金雷这个训练小组，所以说他们在编排上跟上了国际的潮流，减少了扣分的点。但他在今年完成的时候，在大回环的过程中敲到了低杠，这样呢就失去了竞争冠军的一个机会。这是他的一串连接，刚才的那个换杠，一组的换杠，回放中我们还没有能够看到，这是他的下方。他的那个换杠，在穆斯塔芬娜在做的时候，他是用蹬杠回环接的，所以他的是一个正涛接的，所以这个不同在这儿了，所以说他是升到了E组。俄罗斯队三个女选手如果在团体赛当中基本上都能做这个E组的换杠，陈一冰排第一，6.8的难度，15.925的成绩。我们看他就主要他优势在完成上，他得到一分得到了9.125。好，这是81队的刘洋，最后一位上场的比吊环的选手。刘洋也是一个年轻的吊环的一个小大力士，他是去年全国城市运动会的吊环冠军，也是来自81队的选手。我们看他正十字非常平，压上层倒十字，位置也不错。这个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点偏差，水平十字。下法直接旋下，一小跳。他今天的完成没有第一场资格赛完成的干净，所以包括有些动作的位置上啊，刚才靠倒立的位置上就欠了一些角度。刚才您说就是现在其实就是国际吊环的高手，他们在难度上差的不多，这是不是主要拼的是完成？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规则把这个原来的力量接力量的连接取消了，所以我们和欧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因为就是说你有些就是说，因为吊环来说，同样是你是水平十字或者是倒十字，你有的这个肩放的位置你不能完全做到一个不扣分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另外你的时间，你要力量好的和力量不好的，就是说他会就是在一分上，他有一个你，我难度可以承认你，但是我一分就要扣分很多，所以说质量是最后决定你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因为你男子除了这个跳马之外，每一套动作只能有10个动作来组成，所以他没有连接加分，你也不可能都是一组，所以说所以他这个分差不可能拉得很开，如果有连接加分的，你比如说单杠、自由操。这样的分差就会大，你像我们那个周凯，他在这个单杠上能达到7.9，然后一般的话是6点多就很，所以就拉的分差很大，没有连接加分的，像双杠啊、吊环、这个鞍马啊，他有些就是差距
就是不可能达到一分以上的这样一个差距。是上海队的肖康军，高低杠。肖康军也是去年大学生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女子全能冠军，也是一位大运动员。对，旋下啊，往前迈了一步，空翻的旋下的高度，还不是特别高，所以导致他下滑部分。他的个头好像比这次参加这个高低杠的几个选手要高啊，他年龄相对要比其他那几个要大一些，所以说他能参加去年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全能冠军，所以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坚持到现在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现在的难度是就是比原先的规则对运动员要求更高了。好，现在女子高低杠的比赛和男子吊环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男子吊环的项目上，获得金牌的是天津队的陈一冰，获得银牌的是广西队的廖俊林，湖北队的罗璇是获得第三名。在女子高低杠的比赛中，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北京的何可欣，浙江队的黄慧丹是获得了亚军，湖南队的谭嘉欣是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姜玉媛排在了第四，谭思欣排名第五，吴柳芳第六，商春松第七。我们要等一下肖康军的成绩。跟着有几张呢？上面的发挥50%，就算不错了，真的不错了。所以现在就有毛病的话，就带着去的话，肯定到时候会更明显。沙马也能证明你在进去里面销量的一个。肖康军成绩是13.50分，这样他就排在了第六，吴柳芳第七，商春松第八名。好的，观众朋友，在上海市国际体操中心举行的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解说到这儿，是由叶振南和陈莹共同为您评论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单项决赛再见。再见。